SS 21赛季的单排战神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？距离新赛季还有整整36天，单排战神榜的分数居然就来到了5856分，这次要马上突破6000分大关了。都说度假岛加分高，而且这些一两 K 的战神的确好，但是当我实操的时候，我丢，这操作直接一个拜佛把我秒了。这度假岛的含金量也太高了吧，兄弟们！此时此刻刚把脸上的人打掉之后，你们终于听来车了，就想过来劝架，这完全是战神意志呀！还好他开的一瞬间，我们拿了一个先手机会，有血量才侥幸吃了这一把鸡。我去，这度假岛的老六把我折磨的快要窒息了，兄弟们，要不是给的分多，谁打这老六岛呀？吃一把鸡将近快20分了，真的逃不过这个真香定律。真香，哎呀！都说打下来科技馆最有画，我这红螳螂刚落地就给大家来了一个蛤蟆弓箭枪，这姿势别提多帅了，必须拿出我的红螳螂的压迫感。哎，这枪王的小鬼还没捡到枪吗？啊，这一喷子什么时候 S1897 这么屌了，兄弟们，前怕虎后怕狼，今天我泡面就撂这了，这个房子我攻定了。刚下车的一瞬间，这大黄螳螂就莽了过来，咱就说我这个喷子怎么这么就是这么马呀，没打过你就没打过你吗？你这跳起来鞭我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翘了，我感觉再给我打几天度假岛真的给我打抑郁了。像这种情况，兄弟们，我该怎么办？圈里面两个人架我，以为把车打爆就安全了，没想到我丢这都能串到我，赶紧打一个急救包。在打药的同时，隐隐约约听到后面又来脚步了。我翘了，哎，又渡劫失败了。差4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。本来还是自信满满，气宇轩昂，跟号主说这个号必定10K 封神。打了2天的度假岛，真的快给我打出抑郁了。我这个单子来的也实属不易，因为是我的游戏好友，他也是看了我赛季档案有10K 的封神，相信我能给他保住10K 的，也是来找我打的。结果到后这个赛季的度假岛，真的快给我整抑郁了，兄弟们。本来打海岛都不加什么分，这我来打度假岛不掉大 K 吗？我真的要黑化了。这边也是刚落地，送了两个人头，美滋滋，这把必须渡劫过去啊！众所周知，度假岛这个大脚车天下无敌是少不到的，但是我这个下翻操作，正前方是有一个人呢，我丢了一个闪，结果把自己闪到了。此时此刻的我摸不着东南西北，闪过去，没想到这小基地直接就干拉我了，真的是被你 MC 追着我喷子打呗！保守着差4分渡劫，我们直接去狗分好吧？想了想，我上个赛季起码也拿过山东省淘汰榜一呀。结果来打度假岛，真的快给我打抑郁了。这把差4分渡劫要精心，我们直接狗分。把新城的边缘房送完，我们直接去车库拿车去占中心点。开过来的时候，这个小房子没人，我们果断下车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老天保佑，这把差4分渡劫必须让我渡劫过去呀！听到没，兄弟们？你看科技馆的人又打吗？又给我甩雷的，你让我怎么励志吗？哎，没有实力的泡面只能躲在这里瑟瑟发抖。你小子给我等着！终究有一天，我会把我失去的委屈全部夺回来。泡面，就你这辈子也就这么大点出息了啊！来车了，我要证明一下，我打他2枪，我没有血量优势，直接拿喷子我甩带走。紧接着带走他的同时，又来车了。下面不会又有人想抢我这小拼房吧？听他的开车声音，好像听下面那个房区了。当我刚拉过来的时候，他竟然给我露了一个大背身。这个大飞人喝的好机会啊，结果脚崴了滑下去了，开枪没打到他。哎呀，我真的裂开呀。看了看没有什么机会，我们果断回去舔包，然后就扒了一个好看的衣服。拿上好看的衣服的我也是直接拉到制高点，下面也是打起来。通过这个枪，我早就猜到你小子要进圈了。哎嘿嘿，没了吧，爽。前期我唯唯诺诺，绝对圈我将要重拳出击。科技馆，你小子给我等着，这个仇我必报。此时圈已经是刷了，我是听到下面隐隐约是有一个脚步的，不知道我是不是幻听了，我是果断丢了2颗雷，结果2颗雷愣是啥都没炸到。没炸到的同时，这个圈已经刷了，我们赶紧要进圈，进圈的同时也要看后面，因为我绝对不会听到后面有脚步的。拉到圈边细节，我们往后面铺一颗烟，刚巧不巧烟铺的同时，后面又来了一个人，我就这直接就被包饺子了呀。我一想那不行，那肯定要把正前方这个人干掉呀，顶着后面的火力直接莽他。你给我跪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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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气死我了，快。决赛圈你们都针对我是吧？同时后面那个人也是摸了过来，我们提前拔了一颗雷，注意听他的脚步，就在我们正前方眼里，给我跪下，你给我低调点。接下来就是主楼的这个人了，主楼这小子你给我等着，我喝瓶饮料就过来干你。身上是有一颗闪光弹的，我们丢过去直接过去莽他，这把鸡我吃定了个屁。我裂开，不过加了12分，也是成功的渡劫了王牌11颗星。拜拜，兄弟们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真的，度假岛快给我打emo了。